今天带来的是银魂的 BCP 坂田银时和高山静助。由于我没有看过银魂，于是客人给了我很多资料和方向，他说我做的这些元素已经能戳到这对 CP 的痛点了。背景特意垫了个红纸，避意但不避意。三味线和樱花树下的酒杯做了微浮雕，懂的人自然会懂这个元素。然后想了一下他俩的主线，于是搭配了旋律作为 BGM。 那我就撤了。主张接着不得这种方式。